木栅檀香的话是为了要让消费者买到比较物美价廉跟那个货到齐全的商品，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从事檀香这个区块的专业啊，就是刚才有提到过嘛，就是想要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性啊，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出在我们的经营店就是只有18个字啊，就是所谓物美价廉跟货色齐全而已啦，然后我们就是朝那个方向去做，所以越来越做的话是越来不是想要颠覆传统，是为了要让消费者买到更好的东西而已啦。像金子的话，现在要卖100%的纯竹浆、纯竹制的环保、少烟少灰的金子啊，因为我们在制作香品来讲，我们是以纯天然为主题的。我们每做一样香品都会经过商品认证，除了我们公司坚持的4大保证之外，不只是品质的稳定，价格也可以比较稳定一点啊。因为它之中也是减少许多流程啊，许多人从减缓谈起啊，减缓谈呢，大家别以为是比对消费者来讲是比较有利益的，比较容易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经营理念之一啊。目前我们台湾来讲，它有40多家，它将近50家左右，包括现在目前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是大陆地区。这种有香以来来讲哈，大部分的香品的话都是以中药材为居多，啊，中药材的话，它的种类蛮多的，包括我们的沉香也是中药材的一部分，沉香的话一般就是从越南进口比较多嘛，它的产地有越南、印尼嘛。马来西亚也有啊，还有就是后期就是以印尼比较多了，印尼它比较多原始森林嘛，所以它的产量也是算蛮多的，到最后应该是以印尼为主要。那台湾精品奖的话，一般的传统行业啦，尤其是我们这种传统产业的话，是说实在话，连报名上去的话就被刷下来了，这一定的。可是我们一报就成功了，我们就是得到就是2013年的台湾精品奖。从我们小公司的话，就是几个人可以做到现在几百个人嘛，就是慢慢做起的话，所以我一路上来的话，我是认为我们真的蛮过得也是蛮幸福的。